小嫩风，我们先挑战个极限，好不好？什么极限？100块钱去买一块很好的料子。100块钱去买一件很好的料子？没错。你开玩笑吗？当然是开玩笑啦，怎么可能买得到？那就是嘛，我就说你这逗我玩的了。走，我们去市场啊。老板，这料什么价？16000。多少？16000。16000，是吧？ 老哥，怎么又10000了？你看清楚了，那个黄皮，你看这那个黄子的。你看这个黄皮的颜色也不咋样啊。人家都是照店的，人家是看质量过的，你照店的人做的，人的照店的都不好看。但是你看质量光，它也这么薄，这么薄你怎么取出来是不是？那你取出来是不是？那你得看厚的。你的纹理也太多了，老哥，别报这个10000多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多少？你看多少？16000多，真的是惹人来气嘞。那那这料子是1本钱的，不是买本钱的，气节也气节。 老哥，那做生意也不是这么做的，是不是？那你做的话，你也看自己料子是什么货了，是不是？那你看多少？你自己看看，对不对？你有进，你自己看看多少？4500，那不行，4500，老哥，不行了，是不是？你自己看嘛，自己的话已经给白你了。我跟你说，天天也是纹理，这里即使杂志都是很重的，你说卖个笔嘛，皮在哪里？我跟你说，那么多笔，能？我天天都那只哥给个4000吧。 啥什么也不说了，给个4000吧，行不行？4000吧，我看一下。4000。给个4000吧，如果是能卖给我，你就卖；如果不能卖给我，咱们就那就开上了，好吧？开上了啊。对嘛，那就是你干脆我也干脆了，是？那就是嘛，来吧，谢哥啊。好。这样子我已经拿到手了，我们一起回去设计一下吧。